欢迎加入21周镜子练习课程。第17周的心灵讯息，我体验到我内在所有的可能性。对我来说，什么是所有的可能性？把它想成超越所有限制吧，让我的心智超越这不可能做到，这样行不通，时间不够，阻碍太多了之类的想法。想想看，我有多常表达出下面这些限制。因为我是女人，所以这个我做不到。因为我是男人，所以没办法那样做。我没有做这件事的能力。限制会阻止我去呈现并体验所有的可能性。每次想着我不行，我就是在限制我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愿意超越我相信的一切。